春春 ，Hello， 小灯 ，Hello。郑元昭，郑元，郑元就是干妈，儿子啊。啊，干哥，干兄，你不来？雨停了，雨停了。今天嘉义没有休息。米粉，哇，开了米粉，弄南门加油，跳群了。哎呀，不等下来，想等下门。我今年也到南门。慢慢就想等南门。哇，又开了光，啊，今天另外一组跳群。小米果刀，蜜娜刀，药莲刀，红铜刀。有鱼啊？这个是什么？有鱼啊。有鱼。有鱼啊。有梦啊。哦。用好了。第二年就使啊。你冇咧卖几块呢？你冇咧卖几块哦？有啊。对啊，我有买。这一包多少钱？包两包，两包两百五了。两包两百五，我拿两包。好的，好的，行了。一杯一杯。我公司的公司的。公司有。雨应该停了，雨应该停了，阿本早。因为我早上有查天气哦，我早上有查天气，它大概8点半了，六点到10点之间下雨几率是5%，然后下午中午12点、下午1点才会开始下雨。哎，大概够继续无吼？到。我讲会知影下午了，啊，半暝了。这路不一定能听无，这路不一定半点过来换路交易啊。你说什么事啦？家己袂多啦。我会使看云啊，我会使看云，台顶只有一地安尼啦，其他所在规台湾都嘛无云，只台顶只有一地云尔。你大好电大，电池大，拍伊小大大遐是乌影话。无，我去看手机啊，真正的啦。哦。啊，都我有看过台中恁老师的，那今仔干呐？啊，不是，搁不是规个台中哦，三南部甲彰化遮有啊，尔。雨下瞬间迷茫。我都是那个，不是规个台中关系哦，拄啊彰化遐一角尔。
鱿鱼是有，大王鱿鱼是有。大王鱿鱼有哎、欸，两个都有。看一下、喔、左边这边，大王鱿鱼是跟那个之前那个鱿鱼尾。哎、欸，应该嘛是这红碗出的哦。有啊。刚弄红碗乌鸟。没有、啊。有啊，那个大王鱿鱼是跟那个鱿鱼尾都有，两个都有。武装杂、文勇杂，又又杂。这个哈、哦。那个上次那个丰原出现的鱿鱼尾，好像只有这边出现过哎，其他地方都没有。大王鱿鱼翅也出现了，然后鲑鱼头大颗的，那个鲑鱼头是，哎、欸，智鲑。智鲑有，你智鲑蛮贵啊。嗯。智鲑也要看。下巴啊，好好，要高起来。啊，因过着嘴巴较平，对不？咸味啊！我看你想干啥子哦？买来上班。买来上班。你要不要炸？不要。你今天几个炸？我今天没炸。哎，还有啊？今天的。你两样青菜，你要是随便来，对。整只鲑鱼应该没有。我来个整只鲑鱼。没有整，没有整只鲑鱼。一清，嗯，你来这边太远了吧？今天没有整只鲑鱼。没有。好 ，OK， 没有问题，八点多再过来。有啊，一百一八。五九一八，不会有，不会有啊。谢谢谢谢。哎，你说一百三又？以后要拜三啦。要拜三的。对，转换几杯拜啦。哎呀，后礼拜一，后礼拜一。拜哪礼拜？拜一，拜二，拜三。休息。后礼拜来，后礼拜四。这回我丢了，这回我丢了。啊，礼拜无啦。礼拜无啦，礼拜阿根无啦，未来个去哦，你别问了，你这礼拜个星期嘛？对，好，你个星期没？我今麦来，麦只个起哦，来起真多名。哎、欸，我只只，我只大头。这个在。我不吃早餐。我看你只，我做欢喜个。好啦。我正午时也不欢喜食。啊，你昨天无回家？看一下。你煮饭，那个那个就是看一下。哎呀，我一只日缸子啊，今天货还好。有一个，你以为就是你价值万啊？今天的货还可以啦。奖金了啊？要奖金没有啊？平啊，要不？因为平啊，快平就分得晒啊。人太快啊，都破奖金了啊！破奖金，差不多。你今天有没有留月历？有啊。在等的，就是没什么，不会去叫你。
我你臭鬼，你火眼龙臭，你嘛搞干的。我今个来有臭鬼，还过来安排我报名。哎，小红姐啊，早安。小红姐，我是社长。哎，我无你臭。哎，哎，等下等下等下过个来。你拍完就走啦。我怕，我爱怕，我唔爱怕，我跳嘅。怕鬼呀！唔爱怕鬼，鬼唔怕啊！等死，等我死，等我死命下去。因为整只鲑鱼哦，上次今天已经是超贵的。你几时啊？都可以。嗯，我发到啊。沙发是吧？所以嘛，可以哇，哇哇，好吧，好，好讲。阿姐，你好啦呗。赶快啦，稍微一把，那我刚刚。稍微过把啦，稍微一把。稍微过把，稍微过把啦，稍微过把。我稍微一把，我叫人来啊。稍微一把。啊，好啊，稍微。好。这双喜啊，吓。系啊。咱们要正正，我们这边咱们一百呀。哎，不会啊，你讲啊，三百偌济？五百。哈哈哈！当时啊，五百啦，五百啦，五百，五百，好。几多啊？八六八。好。包个大地啊。好。诶，包个大地呢？好啊，沙鱼啊。沙鱼啊。哦。我包了。没有。大地。主持人早安。哦，你好。因为今天的那个天气比较好，嗯，就不会热。不会的，够乱呀，够乱呀，然后够乱，我拢落完那个挂断，我那袂歹啊。中华江陈志云，即个即帮哎，中华这种天气也卖出台，出嚟台湾也袂歹。听听，哦，十点两下班啊。你本上平常是无有袂话无袂话嘛，是十点下班啊，加讲的。加袂话，明天不休困啊。我用到许个，但是无啦，我今日袂袂晕啊，无啥需要，明仔载去睏啊。是啊。哎，不是，明仔载去报了去，伊许。去报一寡就好啦。我来。我们可以休困啦。你也无人讲拜个要休困啊。系啊。我讲我明仔载要休困啊。你拜个无可能同人休困啊。哦，今日伊就无想休困就。同人休啥物？你一场啊。弄一张饼，我明仔拜公，明仔大哥爱拜公啊，出出出顿时的，出二无，出顿时的，到早就无人啊，爱拜公在这，在这无人。嗯。还有几个？在，哎，在其他门派。你要在遐，咱大哥加开场的。系啊。一齐。我就是我叫伊行去去头上，乜嘢我来参加头上做。你咧第个次啊？你安尼哦，难弄个咧？你哪一阵去接啊哥啊？哦，第个次啊，即个黄昏起哦啊，即夕阳神夜啊，就即个门口啊。第个次啊，我第个次啊，就做施工个。你做一场嘛一场，看你嘛几场工。我做几年嘛，就慢慢哩。我做几年嘛，就现在这条车子施工的，那个人啊，是这样。在干啥哩？在做两百年。
我吃。哎，张弟弟，张弟弟还是吃了35块。这个是有事吗？没有。他怎么骂？1500。两块。没有事哦。没有了。挺好笑的。啊？别人比昨天还大了。嗯。你们拿回去。好，我今天这样。你两天不要四百六，今天一包400。我今天这样子。你走，你等一下。你有一包呢？现在是。哎，我不用那么多。那只有那个拜拜的时候才会拿这种鱼。好，我跟你讲，动它动杀起来。这个是软骨。280。嗯，要300吧。还好是刚才还没开始卖，不要下。有那时候关了雨后干。300。六个人之后不过来雨后干。200。到后就。白痴3000的人才不用呢，你到时候只翻新才不用。周日没有加开场，礼拜天没有东西可以卖啊。加开场啊，不是都可以卖吗？礼拜天没有东西可以卖，不知道去哪边拿东西来卖。志刚早，卡兰早。有啊。有啊。有啊，放进去了，在下面。没通啊，我今天有。好，谢谢。这爪子要不要？对啊。哦。这爪子。买整包的好不好？哎，到中秋节前都没有那种现捞的香。1300。要问他们。1300，我是小月子到家的，你不看哟。我拒绝就错。中间我买来冻的啦。哦，买冻的哦，啊无迄种现捞的啊。现捞无啊啦，这现捞都几只，你中秋要食什么？现捞现在起头要看有啊。哦。起头要看有，新鲜的看有。后壁你话再看你鸟，我再。好啊，现捞啊，若要，我嘛唔知，佮你若要就只款讲伊啦，你平话只存到6-7斤的款。哦。啊，冻的无差，因为冻的你佮冻啊十八万来嘛，无变啊只。OK。没有，那个比较好，对对。摇摆的，那是很大，跟放的有差。其实能不能烤啊？烤的这样用现烤，他用那个卤的啊。嗯。他们说那个就没差。哦，那可是用烤的差。哦。哎，那个我讲起来，那个是那个是大鸟子。哎呀，把那个尾鱼弄掉。嗯。那个是摇摆的，4500。哦。不好意思。还是怎样？摇摆啊。哦，哎呀，都卤的，好贵哦，对不对？只是人家一个观念，就是贵，比较便宜，贵一点，比较便宜，就是它。好，这样子。好，再这里。OK。一条100块你不要，5条500你不要。OK， 可以买一条吗？好，谢谢啊。好，谢谢。可以啊，可以1条100。嘉义有卖，嘉义现在在卖的哈，等一下要直播了。大概在10分钟，加油直播了。他在打榜。能办了，因为台湾能办呀，台湾能办呀。1300嘛，1300能办1500了，能办1500了，1500，18这，18这，还有2000了，2000分能，哎，听一下。黄一凯，好久不见。1300，来，一千三来，1400。